男人正在准备上台，他说他今天不会再弹错了。现在有很多人围着他帮他用头发，但他的耳机听不到我们在说啥。这个男人叫做派米拉，他现在准备去舞台上了。我等了一天就在等请不见这个画面。今天素颜精神特别好，哎呦，多少放了点酒。就成为挚爱，有人生来为一人而活，所有声音都聚在出场，出场。刚有做那个台子，然后就是上面有他们想说的话，就觉得很用心，想问问他们，哎，你们就是今天有没有开心啊，或者是什么感觉怎么样，就是还是会想跟大家聊天，不然来这边就是都没有讲话，这样唱完就觉得好可惜。今天我们先点这边可以吗？英雄联就来看了吗？哦，真的吗？所以英雄联的时候，那你一九年看我的时候跟现在看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变得比较漂亮？耶，武汉第一天，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练习，因为大家好像都在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状态里面，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蛮紧张的。但还是很爽啦，这样。谢谢宇宙，谢谢宇宙这么有趣。Go 人，加油！武汉，准备好你的双脚双手，全场紫色。Yeah.